论今年舞剧《九歌》在九月上旬巡演，创下场场爆满的佳绩。然而，在高雄场演出前夕，特地邀请高屏偏远地区数百名国中学童抢先观赏，体验舞台魅力。其实你看表演的时候，你会有很多东西跟你生活中的联想，那个都是正确的。你生活中的某一种联想，或者呢，它不一定那么直接，但是你会感觉到一个氛围，哦，它的灯光有时候暗，有时候亮。那暗的时候有暗的时候的氛围，亮的时候有亮的氛围。那你看它布景整个的调试，还有他们身上有服装，还有道具，还有很重要，他们还戴了面具。暌违许久的经典舞剧《九歌》在2008年的一场大火中，将所有的道具以及音乐盘带烧毁，历经四年的时间，终于完成了舞座重建。原门排除了各种困难，将真正的荷花、荷叶，甚至是整个莲池都搬上了舞台，这让观众大为惊艳，甚至是说真的闻得到花香。云门创办人林怀民表示，重建后的九歌布景以及舞蹈都以全新的面貌来呈现，使得更具生命力，也更希望民众到场亲自来体验九歌带给人的感动故事。记者郭俊廷高雄采访报道。